反体育精神的行为会受到组委会的处罚。Conceding a rag before opponent finishes is prohibited, which will be considered a violation of sportsmanship and be punished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欢迎来到中国河北秦皇岛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Welcome to China, 河北秦皇岛 Bank of 秦皇岛 Enjoy Cup, the 11th World Heyball Masters Grand Finals.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四阶段胜部第三轮第四十一至四十四场败部第四轮第四十五至四十八场的比赛。Next up is the third round of the fourth stage winners bracket and the fourth round of losers bracket.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The following ar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session. 一号台裁判员张星星。记录裁判员玉林 Table 1 Referee 张星星 Record Referee 玉林运动员英国选手艾登谢拉夫 Eden Sharaf The UK 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莫景浩 Malaysia 三号台裁判员于美子记录裁判员刘法恒 Table 3 Referee 于美子 Record Referee 刘法恒运动员中国选手雷义伟雷义伟 China 中国选手单宏宇单宏宇 China 五号台裁判员卢冰霞记录裁判员范文涛 Table 5 Referee 卢冰霞 Record Referee 范文涛运动员缅甸选手杨少杰 Phor Minh Quan Myanmar 中国选手张坤鹏张坤鹏 China 八号台裁判员张娜记录裁判员温龙 Table 8 Referee 张娜 Record Referee 温龙运动员中国选手楚秉杰楚秉杰 China 中国选手耿明奇耿明奇 China 十二号台裁判员王锦一记录裁判员张毅 Table 12 Referee 王锦一 Record Referee 张毅运动员中国选手周龙周龙 China 中国选手孔德京孔德京 China 十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马立东 Table 13 Referee 张毅 Record Referee 马立东运动员中国选手吴振宇吴振宇 China 中国选手戴勇戴勇 China TV 二号台裁判员傅一冉记录裁判员何秀红刘红旭 TV2 Referee 傅一冉 Record Referee 何秀红刘红旭运动员英国选手克里斯梅林 Chris Melling The UK 中国选手郑宇博郑宇博 China TV1 号台裁判员刘媛媛记录裁判员温馨宋明明 TV1 Referee 刘媛媛 Record Referee 温馨宋明明运动员英国选手加雷斯波茨 Gareth Pods The UK 中国选手唐春晓唐春晓 China现在比赛正式开始。Now let's get started.
请双方选手郑某开始全能拳，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我也看那是你的邻居，我看也没人。我看能不能放那个球。对，就是看的都差不多，重比一下吧，重比一下吧。哦 ，again。秦风选手，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郑玉博获得开球权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郑玉博开球。
局郑玉博胜，比分1-0，开球听台，谢谢。第二局，克里斯梅林开球。第二局，郑玉博胜，比分2-0。
第三局郑宇博开球。失妙，延时。第三局郑宇博胜，一分3-0，开球清台。谢谢。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群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第4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第四局，克里斯梅林胜一分，1-3，开球清台。第五局，郑宇波开球。犯规。自由球。
五局，特里斯梅林胜，比分2-3。第六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开球失击 ，illegal break。重开，重新开球。第六局，郑玉博开球。十秒，5、4。
第六局郑玉博胜，比分4-2，开出新台。密而古老的巴罗萨是天鹅庄的家乡，这里名庄云集，孕育世界珍稀老藤，三代酿酒世家心口相传的工艺，千百场高端盛宴备受青睐的口感，在推杯换盏之间尽显美好，浓郁却不妖艳，尊贵却不疏远。澳洲葡萄酒的真正魅力正在于此，品味澳洲，从天鹅庄开始。第七局郑玉博开球，10秒，延时。
六。清准，换个白球，他这个扣不起来。第七局，郑玉博胜，比分5-2。第八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八局，柯林斯梅领手，比分3-5，开球停台。第九局，郑宇博开球。开球时机。10秒，延时。第九局，克里斯梅领胜，比分4-5，官方暂停5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
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您，倾听您，服务您。我们是秦皇岛银行。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3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3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园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开启技术冲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不行不行不行，人家组委会说了不让放。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0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十秒，五，四。十秒，延时。第十局，Zheng Yubo胜，比分6-5/4。
第十一局，郑宇博开球。第十一局，郑宇博胜，比分7-4，开球清台。第十二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This is second illegal break。继续击打。
十秒，延时。第十二局，郑宇博胜，分8-4。开启技术冲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第十三局，郑玉波开球。第十三局，郑宇博胜，比分9-4，开球清台，谢谢。
谢谢。第十四局，克里斯梅林开球。第十四局，张宇博胜，一分10-4，谢谢。第十五局，郑玉博开球。
寺庙。寺庙。五。犯规。自由球。
第十五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5-10。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杆，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十六局，克里斯梅林开球。10秒，延时。
第十六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6-10。第十七局，郑宇博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郑宇博两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继续击打，
延时。第十七局，郑宇博胜，比分11-6。谢谢。第十八局，李斯梅林开球。10秒，延时。
胜比分12-6，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11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互益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互益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小麦皮头轻松上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有时候看见和看见不一样，外界的维度取决于内心的态度。面对前路的未知，我看到的是未来期许的付出与坚持；面对攀爬的曲线，我看见的是厚积薄发的实力与磨练；面对灿烂的笑脸，我看见的是由心而生的温暖与牵绊。当我付出时间只为了一小步，当我不断重复只为了不让步，即便风雨兼程只收获些许青睐，我却更懂了用心的重要。它是逆势里砥砺拼搏的不屈意志，是喧嚣中沉着自信的笃定从容。时代静静，
步履不停，我们都在为成就美好的未来努力追求。我是为你解围的那双手，也是与你并肩眺望的那双眼。我是秦皇岛银行。开球世纪，周玉波三次开球世纪，判负一局。第十九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7-12。第二十局，克里斯梅林开球。梅世纪进球了，别乱叫我。
第二十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8-12，开球清台。第二十一局，郑宇博开球。第二十一局，郑宇国胜，比分13-8，开球清台。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
第二十二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十秒，延时，比赛时间已过半。二十二局，郑宇博胜，比分14-8。第23局，郑宇博开球。
比赛结束，周一博胜，比分15-8。恭喜。